来到智能运输管理课堂。整车与零单货运输一样，都包括托运受理、运输调度、发运交接、载途跟踪、到站交付、回单签收等环节。在托运受理环节，货物受理人员与托运人办理相关的受理托运工作，主要内容包括货物受理内容确认、托运单填制、运杂费计算、托运单审核与分发等。在运输调度环节，调度人员根据运输计划指令，合理安排货物的发车时间，调度合适的承运车辆、运输人员，并进行行车线路的安排，发布运单、派车单等调度指令。在发运交接环节，现场货运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客户指定的装货地点，检查车辆情况，检查核对货物情况，办理提货手续。在图跟踪环节，司乘人员需及时反馈途中信息，保证货物运输过程安全、及时有序。客服人员与收货客户电话联系送货情况，填写跟踪记录，有异常情况时及时与客户联系。调度人员实时跟踪运输货物和车辆，及时登记和处理异常情况。货物按时准确到达指定卸货地点后，卸货并清点检查货物，填写交接运输并交付货物，收货人进行签收，并将签收回单交由司机带回公司。虽然整车运输的流程与零单运输的业务流程基本相同，但由于整车运输的特点，在具体的业务操作时，其内容和要求也是不同的。例如，在货物的受理环节，整车运输由于是整批货物的托运，所以一般是运输部门上门提货，而零单运输是零星的接收托运货物，可以是上门提货，也可以是货主自己送货到零单货物的受理点。在运输组织环节，整车运输在一般为门到门的直达运输，货物从发货地直接运输到收货地，没有最初的一公里的集货作业，也没有最末一公里的分送作业，更没有入库、存储、保管等中间环节。而零单货物运输往往需要集货、中转、入库、保管、分送等作业环节。在押运业务方面，整车货物运输的部分货物，如活的动植物和贵重物品的运输，都需要进行押运，而零单货物运输一般不需要押运。在收付款方面，整车货物运输多数是预交30%到70%的运杂费，交付货物前再结清，而零单运输大多是先交清运杂费后再实施货物的运输。本次学习主题结束，谢谢大家的参与。